们今天来打复刻的地狱级，用的是这一对解厄成就，第一关就把所有的地形转到就可以了。这里要转对红绿灯，然后要手转五连击。这一对转注时间应该还算蛮长，如果有带那个加强的、增加那个秒数的那个龙科，应该是可以转到的。这里叠水珠。再来一次叠水珠，然后这里不够水珠没关系，我们就随便转一转，将这些杂珠消一消，希望可以降一些水珠下来。好，这里继续叠水珠。有十颗这个水柱的印记之后，就可以开始攻击。这里我们就可以开始攻击了，但是要记得不要手消到水。还有这一次，那我们开一个真伤，一步送给他。这里要手消全木，然后手消全水，应该不需要解锁，就直接转，应该蛮简单的。我这里也是直接转了。这里不能够消到火，我们开一个真伤，开一个真伤就开这个，好，不要消到火，用叠的。如果觉得火柱太多，可以开那个固板，可以开第二次那个固板。啊，度哦，好像不能，火柱太多就开挡死。开这个副队长这只挡死，然后我们先开这只，然后还原版面，
这里十五连击应该不难了，我先开一个挡石，然后我们再开一个尊伤，然后开一个、哦、不能转珠哦，啊，没问题，我们就直接转，伤害是够。哎呀，不小心吓到木，还好有开挡石，这里不能手吓到木。开一个鞭身下去，然后开一个挡石，好，不要手吓到木。还好有开挡石，我们继续开个挡石。这里要记得不要数下的目标。好，轻松通过。